4月4日，吴建豪在微博晒出一张照片，配文 Class of 2003年，照片中周杰伦、张惠妹、王力宏、孙燕姿、莫文蔚和吴建豪同框合照，皆为当年最当红歌手。网友们看了这张照片纷纷感慨童年回忆，南京吴建豪与新加坡百亿千金妻子石真善结婚4年多来，中间大小婚变传闻没停过，当时更曾发生两人疑似在网上互相对骂的过程，不过至今两人关系还是让外界雾里看花。没想到现在传出，其实吴建豪之前曾提过离婚，但被 Arisa 拒绝。吴建豪与 Arisa 现在唯一的关系恐怕就剩下两条英国斗牛犬，两人会在网上不约而同地晒出与爱犬的照片，可两人就是没有同框入境过。据报道， Arisa 日前现身宠物医院带爱犬就诊，身边不见吴建豪。消息称吴建豪之前曾提过离婚，但遭 Arisa 拒绝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两人目前还是住在一起，私下也还是会一起带狗出门。虽然生活看似各过各的，可两人关系以目前来说还不算太糟。吴建豪和石真善2013年8月在新加坡注册，11月在洛杉矶举办奢华婚宴，二人从婚前吵到婚后，虽然屡传分居和离婚，但是根据新加坡法律，结婚未满3年不能提出离婚，3年后如果双方都自愿离婚，还得先分居3年才能申请。俩夫妻的婚姻生活经过比电视剧还精彩。